我们治疗我们身体的这个，尤其是要治疗癌症，我们一定要符合四个要理，就是要平衡身体酸碱性。身体酸碱性在我们身体这个健康里面呢是最大的问题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平衡身体的酸碱性，我们血的浓度会导致我们整个身体里面的环境的改变。第一就是微血管阻塞，第二呢就会让我们的氧降低，第四就是免疫力会下降。那么这样的环境长期的下去呢，我们整个身体会变成一个癌症的温床。所以第一个要理，我们要治疗身体的健康，第一我们平衡酸碱性，第二呢我们身体长期在酸性的体质里面，好多微血管已经阻塞了，那么我们要处理，要处理就是要靠灵芝或者冬虫草去通所有阻塞的血管和微血管。因为微血管通的时候呢，很多免疫细胞可以有血路，可以直接到老化细胞也好，有癌症细胞也好，去跟你做修补的工作。第三呢就是同时我们血路要通，我们的免疫力也要好。所以我很喜欢我们德兴公司里面的这个菌丝，因为它的多糖体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。免疫力好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只是可以抗病毒，甚至抗癌症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菌丝里面有这个有机锗，它让我们身体能够吸收多量的氧。那么这个四个要理就是酸碱平衡、血液循环、免疫力提升，还有这个高的氧。我们整个环境这样健康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预防许多许多慢性疾病，包括癌症。